须得抠得很密。哦。所以说你这车基本上你撞完之后就是它的了。那种。好不了了。做生意给你做很长时间的生意，突然搞你一下，没有听说，他说他可能确实有钱，还有个底盘没到，厂长没有付，给车辆费是吧？还有个底盘没到，那你肯定过来检查过，说觉得做的可以来了，他不来，他不主管这点，那只有第一次寄回来。后面这几个车，这是第二批车，这第二批车底盘没到的时候，这是到了一二三，这现在目前是院子里三个，这到了一个底盘的时候。